兄弟们，见见，下一个，标段，这也要貂蝉吗？哎，我像一直忘记加好友，十次了。哎，剩一秒真机讲完了，那上的蛮快的。哎，是不是有点跳过？哎，不对吧？顺序是不是乱掉了？等一下哦。三喜确定是讲真机吗？应该是啊。来，赵云，我最有名的赵云，龙胆枪跟驱炭盘蛇是他技能。你可以跟他介绍。赵云的部分没有问题啊。然后顺便再给你们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实战而已。基本上，哎，我们先 PP 好了。这期其实也没什么好讲。这期当然最重要的是觉得是 PV 啊。哎，摄影那可以干嘛？对不起，啊 ，PV 在哪里？你是听不清楚你。嗯嗯，啊，前期比较多那个，葛先生。帅哟。也可以吗？这你看他们的角色。好，我们今天片到这边，我们再实战一场好了。文章进太慢了，到哪里？那你们就一直刷下去，然后装备。哎，我觉得他有点快节奏，哎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？他算是蛮快节奏的手游。哦，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去扫荡。哦，主要是军人的区，然后他有日常副本嘛，我就去搞一搞。剩下资源就留起来。真假的？哦，所以阿娘喂，欸，所以那是可以升新的，欸。这边就被我们合出来了，但还是要看哪一只比较 OP 的，啊。身上的部分，啊，我都是先练红角、橙角，说错了。其实可以使用一些体力弹。你们刚应该要扫这里才对。很热门的游戏啊。哎，啊，怎么有人聊天啊？我凶手会带去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变那么少人聊天？不是本来很多人聊吗？我凶手没带去啊！那大家都被……我现在有点恼羞，等一下，有了吗？哎，算了，随便看一看。